1832年、光绪33年的版别。光绪丙午户部大清营地是清光绪32年由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造，当年正值中国纪年丙午年，因此在正面上都铸有丙午两字。为了在面文上区分光绪33年户部造大清营币呢，在命名的时候呢，都会把丙午两字加进去。光绪丙午户部大清营币呢，既有一两、五钱、二钱、一钱等币值，由于都未发行，在市面都属于十分稀少的钱币品种。光绪丙午户部大清营币每一面值的正中央呢，都阴刻中字级，刻有洋文大清营币，上部圈满文大清营币，下注币值如一两、五钱、二钱、一钱，左右分卷户部及丙午，背面中央攀龙，外围上圈卷光绪年造，下方圈英文汉译大清帝国银币。这枚光绪年造丙午户部大清银币呢，中字一两样币，红盛2020年春拍，成交价为178.25万元人民币。